你好吗？我为5年前的不告而别向你道歉。我才是小麦男朋友，我要你现在立刻离开小麦。小麦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根本就配不了小麦。你父亲可以为你死，我也可以为我女儿死。先爱他的，你先爱他又怎样？爱有分先后的吗？你有爱，也有恨，可是两者之间，你先选择了恨。是你敢用一生的代价，买一次见面。